车，强者必发，正邪冲突，有剑分碎，手无鬼甲强者，鬼气邪尊，一招惊天动地，风云变色。松开，第二招，蒙古连团杀焦无路，不见分水，不见离开，气势汹汹，稳如泰山。不出剑，你必败无疑。无凶不应，天无不会。最傲娇，雷暴，把魔集合阵，准备增加。将龙相逢，幸福终困之人，我为一道红白都起受尽，损失当胜了进攻。兽音，为首是未到你跟我正面。今次你救我，这摆我救你，真公平。我剑上刀，上不稳步。出家人就是这样，慈悲为怀，仁德至善。你依佛有缘，应该随从那个白马老和尚，在我的门牌上挂上一罐佛珠，就注定挂未开的缘。老和尚，一公为什么那只妖魔提刀攻击你？你背后的剑就始终不出手了。为我不凡，是不灵，不灵，你的这修为怎么可能呢？现在我并非完整的我，不得受我影响，也失去原本的力量。你就是你啊，哪有什么完整不完整？我不管不得因我蒙羞，这样就是显得见我了。就算无完整，人间一体道理，你比我更清楚啊！佛德非兵，所以在我看来，你佛德的关系必须搬剑与剑鞘更加紧密。是，哈，卖在孤军奋战了，你的同伴在后边的哭泣。为公告交，我要离开了，多谢你相助。不修剑了，请问你对小将是否有所了解？心中今朝的木蛟龙应该比我清楚。木蛟龙，毒枭，哈哈哈哈！枪，我心中今朝